到底韩国瑜跟谁见面了，跟谁吃饭，这个有趣味性，但是没有政治意义。我觉得这个有一大半是媒体在起哄，因为韩流上来以后，我觉得各家媒体在高雄都相对布置比以前重兵啊，哦，连你都下去了，你看这个天后的地位都还不行，去了一天，还去了一天，因为他是天后，所以去一天就够了。对，所以一天，再两天就不止了，就超天后了。所以我认为他的意义不大，因为跟就从你刚才讲的，韩国瑜会跟这几个人保持等距离，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决定这个牌局要怎么打，因为现在有可能坐上这个牌桌的韩国瑜心里最清楚，因为他晓得这其中只有一颗太阳，其他都是相公，他知道的。他不是这样讲，不，不是，他这是有一个是相公，不是，他不是这样讲。当然了，我难道我今天来这里上节目就是要替他进一步解释吗？你猜他下一步会怎么讲？不是，因为政治这档事就是你一旦变成当事人了，你就得到白内障。要不然就青光眼，要不然就是重度的这个视网膜破裂，所以呢都不晓得，就是眼睛有业障就对了。不是，明明你是相公，别人都看出来你是相公，而只有你不知道你是相公，这个是很奇怪的。就忽然之间你要选大卫，你确定这是眼睛的问题吗？对，我觉得眼睛是大脑衍生的一部分的，应该讲起来是大脑的问题了，就变成忽然间变成智障了嘛，对不对？所以韩国瑜晓得说，我何必得罪人呢？不管我使力气不使力气，你们反正都是相公，只除了一个人以外，所以他不需要得罪任何人，也不需要去帮忙任何人，他要帮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谁是星星谁是月亮谁是太阳的这个相对的重要性，所以他聪明得很，就如同你讲的，所以吃饭他还很聪明，他怕我们这些人不相信，所以他带了李世川去，就是李世川你回去可以向蔡英文报告，他带了许淑华去，你回去向吴敦义报告，他们两个不是这样啊，不，因为你们同属南投的嘛，许淑华不用去跟吴敦义报告，我不管你跟吴敦义的关系，没有啦，只有两个人吃不饱，只要坐一桌，所以凑人数凑就凑出这些人，不是这样，不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对国民党的里头的人谈到许淑华，我都讲将来再做决定，现在暂时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认为他是吴敦义的人嘛，我们也要有我们礼貌上，我们伦理上也应该要这么想，那到了情势更明朗，或是像柯文哲讲六月以后再来谈，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你是不是吴敦义的人就不重要了，因为他恐怕就是相公的嘛，那相公的人就不是那么关键的，这重要性就不一样。淑华正在瞪着你，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媒体无端起哄的。我觉得韩国瑜就是跟大家等距啊，吃饭就吃饭啊，要不然你可以证明我刚才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对不对？在这个火锅宴的里头，我觉得连一句话讲到国内这个党内总统初选的事情，一句话都没有讲，对不对？没错，另外不能裸离开，不能裸离开，所以你刚刚说淑华吃完火锅之后要去跟吴敦义报告，难道他是要跟他报告说我们吃了火锅，可是一句都没有讲？这个下报告就说如果有，好像我去当间谍的感觉。不是啦，有必要的时候他留了一个人嘛，留了一个人，所以他不会说我们赶紧放下。真的有必要，事情演变到说。当事人起疑了，相公起疑了，起码他有人可以把他可以问了，他可以问了，但是我认为马英九没有派代表去吃火锅，不，我觉得这也不是派代表，我认为这个也不是韩国瑜故意布的局啦，也不是他也不必要嘛，也完全不必要。好，那跟这个星星月亮太阳三个人的事情处理完，我觉得跟柯文哲就不一样了，柯文哲的角色跟韩国瑜的互动是非常暧昧的。我们一直都在想，当你出啊，如果韩国瑜来台北一趟，只要一趟的话，恐怕丁丁就当选了，恐怕丁丁就当。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有这个共识，只差3700票嘛，3700票，韩国瑜没有3700票的力量啊。那他为什么不来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谜啊，很大的谜啊！不，这个谜得要跟大。我跟你讲你报告也没有用，因为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我问过唐湘龙。唐湘龙是丁丁的大军师啊！唐湘龙就脸色啦、语气啦，有给我一个暗示啦。但是你觉得唐湘龙跟你讲实话吗？我觉得他讲实话，他
他从来不敢对我说谎，因为他认为哈，凡事都有吃火锅，凡事都有唐香龙，因为唐香龙都会跟他报告。你们讨论这种问题都不够严肃，你看我讲的这么严肃啊，你们这稀里哈啦的，你看这像什么嘛？哦，唐香龙的眼色给我看哦，他真的是有难言之隐呐，然后一言难尽，起码讲阿伯罗言啊，就对了哈。有讲跟没讲都没讲。那但是他为什么不来哈？那现在一般人都讲说，因为他欠他的情啦，他有提拔之恩呐，什么？这个我不太相信。但是就算是，也还了嘛，也还了。所以他没来，所以丁丁输了，那这个柯文哲险胜嘛，所以这个账就还了。没小看嘛？对，因老母讲诶，没小看，因老母是讲哦。柯文哲跟蔡英文没去看这个哈，他韩国瑜最后的表现就是说从来没有来台北站过台，这个韩国瑜跟柯文哲没去看嘛。好，那现在呢，陈炳甫在选，他会不会来？我觉得韩国瑜哈，我要是他，我一定来，因为哈，这个还有一段差距啊，大概是输嘛，啊，就嘛你俩输你来哈，是不是诶名声会受损？我认为又何妨呢？啊，因为那个这个补选的投票率很低啊。你只要来哦，你把投票率拉上来，哎，未尝不可以干一番哦。哦，以我现在大家这个国民党内对我的期盼呐、啊，我个来辅选输嘛，不要紧呐。但是我猜他恐怕还是不会来。但是他如果不来的话，我站在国民党的角度的看的话，熊贵不告朋友。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了。我们今天讨论主题就是韩国瑜跟柯文哲的互动。你觉得现在韩国瑜有求于柯文哲？还是柯文哲有求于韩国瑜大，我觉得是柯文哲有求于韩国瑜大，哦，所以呢，他就安排一月要去见韩国瑜嘛。哎呀，是不要那给呀，是台北又没有什么邮政总局啊，又没有什么北门啊，对不对？那所以讲，因公被公被去夜市，我就传出南北夜市大串联啊。我跟你讲，我就传出一个讯息了，去夜市对柯文哲好。哦，一点夜市哈，老的滚滚啊，大家都哇来呀、啊，大家也分不清是韩市长啊、柯市长的。我认为哦，韩国瑜如果聪明的话，韩国瑜现在有一个角色义不容辞对国民党的责任的，就是要想尽办法把柯文哲的气焰压下来。伊老公哦，尽量哦，柯文哲爱被李鸿一爱被。你今天上节目之前，王世坚有请托你吗？没有，你怎么这么看不起我哈、啊？我这个人是大义凛然哈，这威武不屈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你知道吗？你怎么这样乱讲啊？你是天后，不，天后不可以这样讲，天后不可以乱讲。啊，严肃点。所以哦，你看现在他柯文哲跟韩国瑜如果安排在夜市，对柯文哲有利；如果安排在爱河。那个有力就没有那么大。那韩国原先的建议是在爱河，是爱河。那爱河也可以摆临时的夜市。来爱河散步一下哈，我弯着你弯着我啊，这样的话哈，被人家围上来的机会，或者造成那种轰动的场面了，就不如夜市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你没有看过爱河就职典礼，那个时候是急到什么程度吗？而且夜市也可以马上摆出来。先不想困难，我认为现在哦，韩国瑜，我认为不管是谁的建议了。他听进去了，所以呢，柯文哲今天讲的真话，真的说也没有人在运作、啊，也没有人在背后促成这件事情啊！啊，你们哪来的这些谣言？这难道又是媒体在起哄吗？难道是柯文哲放话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韩国瑜是无意也无心呐、啊。那柯文哲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他一投入，他当然去的。他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对不对？最好是去美国以前就下去了。他现在哈。无依啊，无依啦，冷冷啦，吼！啊，爱去阁唔敢讲，啊，要去阁无人请，哦，所以呢，我觉得韩国瑜是聪明的。韩国瑜在这个时候啊，你绝对从现在到明年六月，讲人过快来问我，我要算唔算？人过快来问我，嘿，就叫拜呢。韩国瑜一定在明年六月之前。不会给柯文哲造势的机会。韩国瑜不是他请我去吃火锅，我那天去吃火锅是王院长请我去的。那主要当天讲的是三三造势之后，因为当天有农会的代表嘛，还有几位企业界的代表。因为选后呢，事实上这些人没有好好的聚聚。那王院长当天就特别请了李世川副市长去，主要还是因为李世川也是王院长请的，不是是王院长亲自打电话邀请，我不确定。但是因为当天企业界的也在，他也反映了很多对于高雄市。
是企业的困境给市长听。那因为未来那个就李世川他主要在高雄市政府的工作其实蛮吃重的，所以有些的业务上副市长一起在是这是很合理的。那你说当天有没有提到任何选举的事情？完全没有。那因为是实际上也不需要提，因为我觉得王院长最近的动作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这么的积极，应该是有下一步的打算。所以有没有那天去吃火锅，我们有一定的一个名义也做一个感谢，但是实际上需不需要说我要选总统希望你们来帮忙，不需要的，因为大家都是从政都这么多年了。你们吃饭的过程中不管西瓜跟郎姐没有人喊一下动算吗？没有人听大家说动算吗？没有。那太奇怪，因为因为他没有讲。然后院长他也那天有邀请我去，是另外一个他十一号要在云林有一个感恩的餐会，所以他也邀请我下去，就是也是参与餐会了。那我觉得当天的参会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啦。那真的就是说，我觉得最近因为韩国瑜他的人气不断的上涨，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拜会韩国瑜，只要未来在党内要代表国民党，或者是现在要竞选要竞争这个总统大位的人，未来除了拜会韩市长之外，对于卢秀燕也好，侯友宜也好，这些具有六都代表性的首长一定都会去拜会的，慢慢的各县市都会。只是首长当然到了高雄之后，媒体就会特别去做很多的讨论了哈。那至于我觉得这个有关于柯文哲的部分，其实柯韩会从头到尾都不是韩国瑜主动提出来的，是柯文哲在当选之后，他提到要跟韩国瑜这场的会面，那韩国瑜也说好啊，欢迎啊，如果要来的话，我们可以在爱河旁边，因为任何客人他到高雄，他都希望说用爱河做一个出发的主题，所以任何客人来，他都表示欢迎我们到爱河去。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因为台北市政府说他们幕僚说没有这个规划，那既然没有这个规划，我觉得大家都现阶段两位市长都很忙，我觉得目前不需要再去提说未来的会面什么有的没的，因为既然大家都很忙，就不需要再一直互炒新闻。因为对韩国瑜来讲，现在整个高雄市大家眼睛一直看着他怎么样去做观光，而且现在你知道大家很忙，刚刚大刘又讲说他还要去帮忙压制这个柯文哲的企业，然后还在去浮选这个其他的，不是帮忙他，就是不要啦。他本来他就是一个国民党的党员，他一定就是会帮我们党内所有的同志嘛。所以你看，大家期待他高雄市政要做得好，两岸又要突破，然后所有的议题又要去问他，然后每天媒体要跟着他，然后他又要负责去要干嘛要干嘛的。他工作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现阶段真的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至于未来有没有柯韩会，他要到高雄去，我觉得韩市长他随时都欢迎的。但我觉得彼此柯市长这边不需要再一直说要去谁去，然后到台北做这个新闻，对韩国来讲，他不需要配合演出。